来看看大席上梅菜扣肉的做法。这个是入口内肉辣酱。啊，来看一下入口的。这块是得多少肉辣酱？这块得配一斤辣酱。有点姜丝儿。还有姜丝儿啊。这是香头啊。天机不可泄露。有秘方是吧？有秘方。秘方应该看不见。这都是老抽啊。 这个料不能多放点吧？多放点也不合适了，别大了。这是白汤。好，还有少量的白汤。上火了，蒸一下。把这料蒸黄都湿到了，落了弄到一百页。上火还蒸了，蒸多长时间这个？蒸一个多小时吧，这个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了，出锅。这些料好肉。